好，对呀、啊，开始啊！虽然我们是1505，对，我是01，他是02。好，来，请开始。我们针对对失业安全这个题目，我们做出一个可以安全的实验，然后又可以真正了解到水循环的过程的一个程式。我们的先生选择是分出有。
然后这个的话是蓝色按钮的情况下，这样就会变成冰块，可是冰块我画的就减弱，因为找不到它的画好的时候。这个是在这个背景的时候，他会讲的背景。在这个背景的时候，熊猫老师会讲说很热，水都已经蒸发了。然后在这个背景春天的时候，他会讲亮子。然后最后是。你们有画一些书面的资料吗？有。要不要书面资料跟老师们分享一下？这个是流程图。如果没有关系，应该是红的三个，啊，按谁都没有关系，四口要走。比方说，红是按我按下来，这个是四口，四怎么样，或怎样不是，另外的这样子啊，大概流程图看到的部分是这样。不错了啊，你这做起来都很好。比较可惜就是没有看那个循环的作用出来。没有。啊好，好，那还有补充的吗？可以抢分哦，有吗？三十秒。原本后面我们还要做彩蛋，就是说如果他有问问题，就是根据你的答案再来看说你的时间是不是需要增加，还是到对面的话。但是后来没有做。对，后来没有做。OK， 好，好，那就这样子哦，辛苦了哈，好好，再接再厉，好。